Hello， 大家好，我是永豪。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继续啊，跟各位唠一唠这个《三国战记》的一个无双版，然后呢，还是虾米难度，一个马超剧情模式的一个全程进水的一个通关。之后呢，前边呢我是分别合成了衣服啊，好像没有分别。前边呢我是只合成了衣服，然后呢没有合成腰带。目前为止呢，身上三本书啊，然后呢咱们来看一看这一关吧。然后呢是前面呢是打了这个夺荆州啊，之后呢这个死的比较惨，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在两翼的时候呢已经死了两条命了，不过呢唯一的好处呢就是合成了衣服。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我是扔了个动物书，想装一个隐身衣，关键道具隐身衣。 OK， 把这个关键道具拿下，拿下以后呢咱们来看这里这俩怪怎么杀啊。这个位置呢直接开始跳梯啊，然后可能要死，打一个下落，好吧，电死一看那个位置就要死啊。这里呢也是没有舍得开必杀，因为我只有一个气了。之后呢这里是准备好吧，还是开了个必杀，那不如早开了这个必杀呢，不如早点交了。但是呢我这局有追加，我这局呢是追加是用这个必杀的动物打死一个 boss 呢就有加分啊，所以说呢我这个必杀呢一般都是留到最后终结的时候用。那么呢好吧，咱们这里继续来看司马，死一个怪以后呢剩一个怪他就弱很多了。我这里呢是拿一个史记残叶啊，因为呢这局呢我是准备打一个武艺啊。这个马超这个人物呢真的是算不上强啊。A 马超的话呢很强，这个 B 马超的话呢很一般。这个位置呢跑火也没有跑过去，但是还好呢身上有衣服，在这个下壁剧情模式之下呢打一下不是那么很痛。那么呢咱们这里继续再来把这个司马懿搞死之后呢再斜着跑一波火，好吧，这里选择了跳啊，这学乖了。前面的火炸一下之后呢后边呢果断不那啥了，之后呢又来把这个追加完成一下啊，尽量用这个最后的动物给他杀死还可以。这样呢两个 boss 的追加呢也已经到手了，然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啊来捡一捡这个 boss 的道具。张小金拿上啊，比较不错的道具。之后呢咱们往前走，上面那俩怪我没敢去惹啊，因为呢我现在生的命太少了，去惹上面那俩怪呢很容易就跪了啊，很容易就跪了。之后呢咱们来看这个沙漠科，沙漠科的话呢前面我的毒气筒呢全部扔没了，全部扔没了以后呢是再没捡着还是卖了我就记不住了啊。这个位置呢一个下拉，然后这个 A 没收着有点可惜，之后他跑了。这里呢少一个沙漠科猎器这也无所谓啊，因为的话呢本身我就没有格子啊，也有格子，这个史记残也是格子，但是呢不太重要啊。这个下关还有沙漠科，我这个位置呢只要是最后一关有两个沙漠科足矣。然后这里呢出了一个大驴啊，是很坑爹的一个事儿。这位置呢直接连着打暗杀啊，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不连着暗杀这个大驴啊，你在这个打这个赵云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难受啊。反正呢我这个账号呢我也现在也是习惯了，基本上打这些厉害点的 boss 呢不是这个马就是这个毒蛇啊，基本上就是两种怪还有巧，这三种怪呢属于常见品种了啊，我已经逐渐习惯。然后呢这个地儿呢咱们继续啊，飞碟起直接命中，然后呢直接开始吧。这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就跟谁说我一打就全是这些怪呢他可能都不信啊，是吧。但是呢实际情况呢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我打直播的时候呢还是那啥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呢一次两次是运气啊，要是一直是运气的话呢我感觉说不定应该是没人信。OK， 这个位置呢来马就来马也无所谓啊，那个操作其实来啥都一样，对不对，只不过呢打起来难受一点。这里呢我是一个暗杀补全四一啊，然后呢再打一套连招，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有气了，不过呢我可以那啥啊，我可以呢再把最后这个气打出来，然后呢依然把这个追加拿到。但是你该说不说这个马兵确实啊在你打 boss 的时候非常的棘手，因为这个东西打不倒，这个东西一旦打不倒的话呢你的看兵啊就会非常的没有效率。OK， 这里呢我再一个莲花清完马兵飞碟呢再给诸葛亮来一套，然后呢给他血量呢尽量压低，捡一个时间器躲他一个湖水。这里你打诸葛亮呢一定要养成个习惯，每一次呢打完诸葛亮以后呢都奔这个台子上来，然后呢这个台子呢他一护水就护不着你了，而且呢在台子上可以顺道看看兵。之后呢我这个位置来看看有没有打那啥啊，我这个图标起应该是决定打诸葛亮最后一个必杀吧。我们来看三千啊，收一个尾两千，好，那么呢等他这个用枯水我用必杀，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我这个动物呢就会用这个第二个动物第三个动物应该就能打死了啊，第二个动物就搞死了，好吧。这里呢是这个熊啊，直接呢把诸葛亮顶死，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追加也拿到了啊，然后呢这个马兵来的也是枉然，是吧，没什么用。 OK， 咱们呢继续来看这个下一关啊，目前为止呢还有第二关没打啊，新手村。咱们呢来到新手村，但是呢新手村的话呢似乎
我差两本天书，我应该是差一个火书和一个地盾。希尔村的话呢，并不能同时捡到这两本天书啊，所以说的话呢，我选择了走一个比较长的路线啊，这样的话呢，路线长一点呢，也许能包一点野的道具啊。这里呢，被这个夏侯惇滚了两下还不疼啊。这个下币的剧情你该说不说，有衣服是真扛走啊，只不过呢，这是改版以前了，这个改版以后的话呢，怪物的攻击力呢也有一些提升。然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啊，再揍一揍这个傻狗，然后准备打一个必杀。这个血量应该差不多可以必杀了啊！我这里跑位，引怪跑位必杀啊！这个必杀呢，得用动物给他杀死啊！这下可能是够呛了，感觉这个傻狗要滚到火车缸子里了。顶死没顶死，好吧。说你是傻狗，你是真傻，自己往火车缸里滚。之后呢，咱们再把这个夏侯渊拿下，因为敌不大了。这位置呢，给他放倒，先捡道具，不着急。因为呢，打怪什么时候都能打，是吧？但是呢，你道具如果一时之间不捡，它就没了。这里呢，咱们直接打副空连啊，也别给这怪落地的机会，因为这怪的防御能力很强，一旦它落地，它就会防。这个位置呢，咱们啊拖它一个半平，但是它没往上跳，不要紧，勾引它出招来了，大风车，这里能跳踢，再踢，再踢，啊，最后流点血，准备呢用动物给它打死，还必杀啊，直接扑死，好吧，搞定啊。那这样的话呢，再次用必杀呢拿下了夏侯渊。然后这个大意呢，我身上似乎也没格啊，我现在呢应该是。令牌加那啥啊，令牌加这个天书比较占格子啊，你看果然是。之后呢，我选择了往左走，双马就不看了。双马的话呢，因为双马那里有大酒，大酒我也捡不上，所以说呢，我打双马，双马索性一顿必杀，全把必杀丢出去以后呢，空喝一口大酒啊，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我选择直接呢给他俩堵个墙角啊，一顿这个必杀就完事了。这个人的必杀呢，确实是前期很厉害，但是呢用到后期越废啊，这就是这人必杀的一个特性。之后呢，我拉过来点，再板外出必杀，这样呢，这个动物呢很容易就能打这两怪了。哎，你给我跳，再跳一下，张飞，嗯，跳不跳了？啊，到你了，怪鱼，顶顶没死啊，没死，但是不要紧，我可以再砍一个啊，可以再来一个必杀。哎，一个豹，一个豹，一个虎，再见。哎，跟我跳，再跳一下来，哼，跟我玩马戏团来了是吧？我给底下扔动物，你给顶上跳。跟我俩玩的时候马戏团啊，这个位置呢能把风书捡上。那现在为止应该就差一本书了，只差一本地盾啊，只差一本地盾。那这样的话呢，下关无论如何都有地盾了啊，因为呢下关的话呢是本游戏的随机关卡里最后一关了啊，这个叫赤荆州，赤荆州我还没打。好、啊，那这个位置呢，咱们利用这个马超呢来揍一揍这个夏侯渊吧。这个夏侯渊呢，在不需要装东西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就给他拿下的，是吧？前面呢，你夏侯渊带夏侯惇两兄弟都不是对手，你别说你单个出场了。现在我要做的呢是控一下他的血量，哎，然后呢利用这个必杀打一个最后的这个追加。好、啊，打一个追加，走，还没死，还有200啊！这个位置呢，直接来，再见，这个必杀是必死的，拿下。这样的话呢，追加到位啊，咱们呢把这个道具捡一捡，之后呢直接画面一切来到下一关。这一关呢左慈啊，大桥这位置毫无疑问要来个必杀，因为这个大牛很厉害，这个大蓝牛本身就很厉害，然后的话呢这个必杀呢还能打左慈相当多的血量，划算、嗯、这个必杀简直超值。然后这个位置呢咱们是可以那啥啊，可以这个用 AAAA 啊，慢慢的来摸这个左慈。好吧，我这里选择用必杀了，看来是觉得 AA 不稳啊，因为我现在为止呢这个命剩的比较少，所以说的话呢还是稳一点，稳定胜为主。但是这个必杀呢实际来讲没打出我想要的效果啊，这里呢继续 A 啊，这个 AA 还是比较稳的。好，然后怪的血量还有7400，这位置其实可以开必杀了，一个必杀走，再来带走，问题不大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在里边呢整个石头书啊，就把这个天书合了，然后加血吃不了就拉倒吧，莲花也不要了，因为呢这个功夫呢已经到了存绝让的地步了。之后呢咱们进门，这位置呢没有那啥就丢个毒气啊，丢个毒气呢保护一下前方，让怪过不来干扰咱们开门啊。这样呢小门一开，飞盘切入道具一捡啊，之后呢小兵咱慢慢清一清。这里呢我发现我有两本火书，然后我这个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用一本火书烧一个貂蝉拿一个吕布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好多人可能看到这儿都没太明白，说这个这还是不是傻呀、啊、是不是啊，这个自己就把这个风书撇了。然后呢咱们这里再来啊，这个位置呢有很多的这个铁甲兵，我选择一个必杀。找这个位置呢是刚好让这个必杀呢还能打到这个开场护水这个怪
哎，你开始吧，让他阻止他的护水，别让他护了。哎，然后呢，咱们跑跑位，先躲他一个笑，之后呢，调一个这个飞碟，但是呢没发啊，直接呢打一个这个逼白。最后的话呢，我可能会打一个暗杀啊，果然 AAA 再打一个暗杀吧，没有，丢了飞碟。好吧，这里还得开个必杀。啊，对，暗杀的话呢，最后没有加分啊，这必杀的话呢，最后有加分。那这样的话呢，再次啊拿下了一个 boss， 然后呢把这上面给干死。这个时候的话呢，我是考虑想要一个吕布令牌啊，如果想要吕布令牌的话呢，这个地儿呢咱就得，对吧？咱就得把这个风书给它弃了啊，风书弃了的话呢，我的身上捡一个。捡一个地盾啊，然后呢打死貂蝉就有风书了啊，这样的话呢你的那边火珠就可以丢了啊，要不然的话呢这火珠丢不了。但是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背后就得扔一个道具了，我的酒应该是只有一个啊，那么呢我可以把这个酒扔了。你看这里我选择扔一个风书啊，可能当时好多人都没看明白，不知道在干什么是吧。因为的话呢这里呢，如果你想拿吕布的这个令牌的话呢，你就要么用这个曹操打啊，要么用这个火书打，要么的话呢你就用动物书一顿暗杀是吧。但是呢我现在动物书数量很少，所以说呢我选择了这种打法，火书还是很科学的啊，是吧，只不过是让你这个获得啊，获得这个啥，获得这个腰带的时间往后延迟一个画面是吧，仅仅是如此而已，所以说的话呢靠谱啊。那么呢咱们再来把这个沙漠克击杀，沙漠克令肯定是得要一个的，沙漠克令如果不要的话呢后边很难打。之后呢这个位置呢我沙漠克呢依然是选择用这个必杀收死，然后呢加一个这个追加分。 OK 来了啊，那这个位置呢把这个沙漠克用必杀拿下，这样的话呢这个追加就有了。哎，我看你能跑哪儿去了吧，直接顶死。那么呢来了，然后酒壶一吃，令牌一解，完美。之后呢咱们往里走啊，来奔一波这个貂蝉啊。你看到貂蝉登场，直接飞碟起，然后呢丢一个火书。哎，别闹，哎兄弟，哎妹子啊，好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吕布基本就稳了啊，吕布基本就稳了。火书呢直接烧掉貂蝉大半的血量啊，然后呢咱们呢来一个飞碟，打个 B8A 开始踢。之后呢开一个必杀啊，这个必杀呢把貂蝉拿下搞定。但是啊实际的效果是这样打死都没有吕布。有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这个出吕布的系统啊，因为的话呢有的时候明明打得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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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吕布啊，但是的话呢我这个我觉得很快了，开场火书啊，然后呢一个连招飞盘连招也是第一时间中了，必杀呢也没什么耽误，这种情况之下居然没有吕布，很神奇啊。我记得我以前用哪一个人物，我不想打出来吕布，结果还出吕布，所以说呢，他这个玩意儿比较鬼啊。然后呢，我选择是往上走，这里开的 AB 呢，应该是前面雾池的加血，我还一下。之后呢，这个地儿呢，我是拿一个动物书啊，拿一个动物书的话呢，拿个酒壶，两个关键道具啊。我如果身上没有大印的话，都可能要拿一个道具，三个关键道具啊。这个 AB 呢是还前面的血量，前面我是在哪儿雾池一个加血，然后呢把这个血量还回去。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我这一命呢又要没了啊，那这个位置呢直接飞盘一丢，两个命中，咱们呢赶紧踢这个赵云啊，把这个酒壶拿上，这位置不能再踢了，就是再踢的话呢黄忠起身我必死。那么呢这个地方来踢一波赵云啊，但是似乎是没踢到，踢到了黄忠啊，这位置我的飞碟要没了，飞碟一旦没了的话呢这个道具就不好撞了，还有一个飞碟，这位置可能要丢个竹子，哎丢一个竹子让自己有一个逃命空间。之后呢再来，我这飞碟还有很多，那这里丢。你要是不打赵云你也懂啊，我这前面呢捡了个野大酒还不错。之后呢再来丢，然后呢往左贴撞，还不是赵云，最后一个飞碟丢，这下应该是赵云了，贴撞贴撞贴暗杀带走，一套连招带走赵云，捡起地下的小酒。然后呢这个黄忠如果我没有答应我会捡一个啊，我会捡一个。这里可以看到三下 A 踢，六六 A 踢，踢打 E 没有。然后呢，毒气压起身，这里呢继续踢 A 踢捡啊，把大印捡上。然后呢，接着来啊，把这个追加完成，把这个追加啊，这个能拿到的追加呢，尽量给他拿一拿，是吧？那么呢，用这个老虎令牌或者老虎令牌去了，用这个必杀的这个老虎护死了这个黄忠啊。之后呢，给我爆这个玩意儿，没一个有用的。这位置我想捡个修建。一个大花的 AB 换完，
好吧，这个修建犹豫来犹豫去还是没讲。那咱来看一看这个手底的两个 boss。这里的话呢肯定是得来一个沙漠科的，这里的话呢如果不用沙漠科呢，这个四个必杀是打不死这个刘备跟关羽的，所以说的话呢直接一个沙漠科啊，然后呢这个沙漠科呢基本也就把刘备关羽打死了，如果没死的话呢补个必杀收尾也就那么地了，是吧。那么呢这个一个沙漠科用完之后呢，咱们再在后边啊，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这里是被沙漠科逼过来了，实际的话呢在上一次射倒刘备的时候呢就可以跑了，也应该跑了，没有选择跑，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沙漠科并没有用完啊，但是的话呢这个马超的必杀还是比较的靠谱的，尤其在这种地形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打出无限追地啊，打出一个巨额的伤害，然后呢沙漠科呢待会儿留俩打五虎将呢也就足够了，是吧。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必杀很给劲啊，然后呢咱们往前拉开一步，用这个必杀最后呢把这俩怪收尾也就完事了，这里呢先来一个关羽，走，收一手关羽，然后收一个刘备啊，刘备没死，咱可以再来一个啊，可以再给他来一个。这位置9000多血的话应该是可以的，除了三个小兵啊，这个小兵出的有点多，上面那个飞碟可以捡一捡，哎，捡一个飞碟，捡，终于捡上了，捡上一个飞碟啊，然后呢，背面的道具呢现在也就算是满了啊，我这里呢继续再出一个必杀啊，把这个刘备呢也给他带走就完事儿了。扑，顶，再见。顶，再见，搞定，最后一波蛮牛阵啊，直接呢顶倒了这个刘备，然后呢上面的小道具呢也就不捡了，我把这个大酒喝了，捡一个小黄书啊，因为这小黄书还是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之后呢这里是直接来到了最后一关啊，然后呢前面所有打小兵环节也就不看了，之后把血量呢控到了零血啊，直接控一个零血不死，然后咱们这里继续先用必杀呢清掉其中一个啊，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酒壶撞出来，我身上的酒壶可能是有点少，我觉得应该是得撞一个了，是时候撞酒壶了，再来一手必杀，好吧，这个酒壶看来够呛能撞出来，撞出来了，那这是气了这个酒壶，这个三个必杀直接打了一个三杀啊，之后呢倒气的环节也就不看了，倒气的打气的环节呢直接给各位倒一倒啊，这里的话呢可能要用到两三个时间气，把我的气呢多打一打，而且呢打打分，顺道让我这个马超来到武艺，是吧，很关键。那这里呢咱们看一波兵也就结束了，咱们呢直接画面一转来到了这个乱枪球，可以看到呢我凭借我的这个时间气把气槽呢硬生生打够了六颗同时啊，还让我这个分数呢来到了武艺，这样的话呢我再有这个大印加这个武艺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援军论的时间就很长。那么呢这个位置呢我直接选择了来了一手司马懿啊，来了一手司马懿，因为的话呢司马懿的数量呢还是比较够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地儿呢咱们直接放一个，保证这个地方不死，然后呢前面那一堆毛毛多的 boss 呢就可以用必杀干了啊，因为马超的必杀呢打前面那堆毛毛多的 boss 呢还算是比较靠谱啊，比较靠谱。你看到这个司马懿的时间是真的长，是吧，而且这个司马懿也能打啊，司马懿的战斗力绝对是没谁，直接往后来啊，前面呢如果用司马懿呢很有可能会死亡，之后呢调好要用的正背面道具啊，一个时间器带一个沙漠科，这里呢直接来啊，选择一个好的角度必杀，这样的话呢这个必杀呢基本上可以打出一个全员追击的效果，我这个位置不太好，看看能不能调整一波了啊，可能调整不了了啊，好，防住，再开个必杀，这位置呢虽然没调整了啊，但是的话呢我是换了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很明显比刚才要强，起码呢在必杀结束以后呢我感觉我不会死，哎，你看是吧，我就说吧，必杀结束之后就不会死，这个位置非常好，而且呢这个位置呢不光好，这个位置呢还能是因为通过隐藏站位啊，导致呢我自己加了一个满血，同时呢还把时间加满了啊，这就是大神对于位置的一个掌握，非常的理想。 OK， 那这个位置呢时间满了以后呢就不用再丢时间了，咱们这个里呢一个必杀呢送到把第一波兵给清了之后呢赶紧换沙漠科啊，好吧，换不出来了，那这个位置呢再开始必杀啊，因为这个沙漠科的话呢很明显现在如果换呢是不一定能笑出来的，我现在的血量呢也不太足，哎，这里还给了酒壶，好东西啊，好东西，我能不能捡上飞碟控一波，捡个酒壶，好，可以，四个酒壶捡上以后呢咱们直接来换一个这个沙漠科，但是换之前呢一定要丢一个道具，保证身边没有兵再换。 OK， 那这个沙漠科呢直接登场，你看到呢这个模式之下呢怪物的血量是非常低的，一个五虎将呢两下就笑死了，现在的话呢一个五虎将得三下笑死，差一下啊，差一下差不少，这里哥们你又不玩啊，说直接你快滚吧，他上来就裸护水啊，这点太难受了，而且我如果我的必杀不能追地他再护水，这个水我是躲不过去的啊，血坑
哦，只能说血坑，但是还好呢，伤害不多啊，伤害不多。这位置呢，我一个飞盘啊，直接把这个猪狗亮直接带走啊，实在是太狗了。然后呢，拖着屏幕往前走，把最后一个沙漠哥呢交到这个马王处。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轻松的打马王，同时啊，获得一个拿雷神锤的道具盒。哎呀，非常的关键啊，关键的不能再关键了。OK 啊，然后这个位置呢，咱们直接切回来啊，之后呢，把这个张角金调上，洞书调上，因为呢，打这个前面的司马懿呢，这个马超啊，没有什么好办法，是吧？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因为怪的血量过于脆弱，所以说呢，一个亮金即可拿下。之后呢，咱们来啊，把这个洞书一剪，或者把这个洞书一调，直接一放，然后呢，把这个张角金直接一丢，伤害奇高，然后呢，等他过来啊，起身再来一发。这样呢，一个张角金呢打出两次伤害啊，然后呢，我的隐身衣是不是满了？满了，那就放一个，因为呢，打完这个司马懿以后，还会有这个隐身衣啊，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呢，咱们必须得给他丢一个。之后呢，开始来摸死，摸死的话呢，我记得这是我当时打的第一局啊，当时打的第一局，这一局的话呢，好像是出了点问题，就是锤子好像是忘捡了啊，好像是这么回事啊。神仙。哎，果然啊，这个神仙笔捡得非常开心啊！当时呢有老板最佳神仙笔，所以说他快乐的捡神仙笔了啊。然后呢，锤子忘捡了，锤子忘捡的话呢，也就忘捡了，这个东西再打一局就完事了，是吧？那么呢，咱们呢继续啊，来看前面的这个曹操啊，然后呢后边的这个叫做萧军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啥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另一个啊，另一个第二次打的一个剪切啊，不过呢道具啥的也都差不多。那么呢，咱们这里呢是观看一下背后剩的道具，啊，观看一下背后剩的道具，其实是够打的，是吧？四个九，然后呢，萨斯马，两个小黄猪，啊，这些都是够的。OK， 那这里呢，咱们直接往前冲。我这为什么还不走？我这倒一倒吧，再跑。啊，好吧，不用倒了，终于走了。那么呢，咱们直接往前走，迎战这个曹操。曹操的话呢，由于我现在道具也够多，所以说呢，我直接开场子系统啊，然后呢给这套小活。你看到呢，这个马超的伤害简直是蛋疼，是吧？本身呢，马超打曹操啊，好像也没有伤害加成，那也就那么地了。一套连招的话呢，两万滴血啊，也就算凑合吧，也就只能算凑合，说得过去啊，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低啊，不能像许褚那种变态，是吧？直接呢一套必杀，直接一套连招，四招一式啊，把这个曹操十万滴血都打没了。那么呢，这里再来啊，我这里呢是在勾引他的破定啊，勾引他的破定。他也没什么破定啊，他不出大轮的招啊，谁给这放个冰剑呢？我才注意看呢，这太损了吧。这个冰剑呢也是影响我打怪了。刚才打这个司马懿隐身衣的时候，实际应该把这冰剑捡一捡。终于，他出现了破定啊！这里呢，咱们给他一套小活下拉 A 柱丢毒气啊，没有丢毒气，还是想省点。啊，等吧，轮了啊，再见啊！好，好像再见不了啊，我高估了这个人的伤害，不好意思啊。这里丢个毒气啊，最后一套呢，直接再见。这样的话呢，拿下了这个曹操，还剩了一条大多的命啊，还不错。OK 啊，那这里的话呢，咱们开始这个拼接技术啊，把这个第二句给它拼接过来。决战逍遥津啊，你看呢分数呢差的也不多，血量呢也比较相仿，是吧？那么呢，咱们这里继续战斗。这位置呢用这个司马懿啊，用这个司马懿的话呢是直接开始笑，这也是老战术了啊，老战术了。之后来，哎，这个红的不过来，挺机智啊。这位置不能笑，这位置得等一盘啊。这个位置如果你笑，这红的刚好挑你脸上，你笑完你就死。哎，你看什么？每次红的到板外必须得停一盘啊。这是这个地图上呢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之后呢，这个位置等一盘，等护水的来啊，直接呢一个笑把护水给断了，这样的话没人能打咱们。OK， 继续。你看呢，这个司马懿很能打，是吧？已经呢打到了倒数第二波隐身娃。之后呢，你先把小兵笑死，还能最后一波这个娃还能笑一笑走。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司马懿直接啊干通了，从头冲到尾。之后呢，咱们可以开必杀了啊，可以开必杀了。这个地方呢，实际应该再往左去一去啊，但是呢，这个必杀呢依然把这个所有的怪全顶死了，这是我没想到的。这个必杀呢选的位置极其的垃圾，但是实际给他打死了啊。不过呢，这个司马懿多一个，你可以看到这根
跟上局背面的道具不太一样，正面的道具基本相仿，但是呢背面的道具呢司马懿多一个，不过呢这个小黄书少一个啊，总体来讲其实也就差不多吧，就那么回事吧。之后这个位置呢我是直接选择司马懿打这个左慈啊，因为那马超 A 的这个左慈太费劲了，所以说我这里选择司马差一点变水云月，还好我摇得快。最后再来啊，这个司马懿的笑一次三五千血吧，伤害一般啊，没有打仗聊伤害高。这里呢继续连顶带笑躲一下啊，这位置呢不要顶着这个符连着笑啊，因为的话呢很明显刚才那个符的节奏呢接着连着笑必变成水平月，对不对？所以说不要顶着连着笑啊，看看司马懿出哪招，出符等一会儿，等符快落地了再笑就 OK 了。这样的话呢一个司马懿呢基本就能把这个左慈搞定啊，基本上的事 OK 啊，咱们这里呢直接来最后一下一二三再见。这样呢凭借着司马懿的笑根本就不打啊，听得懂。这个必杀呢开完了也是继续做任务啊，继续做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司马懿也结束了，也拿下了，咱们就直接往前走啊，就不看了，也不能吃加血是吧，这帮小兵呢就是打打气。然后呢这个位置啊可能说是马超的这个必杀在哪最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最厉害啊。这个地方厉害在哪儿呢，必杀慢呢磨磨唧唧啊，这个船呢两个必杀呢你就能把时间拖过去，但是呢如果你为了求本你要开第三个必杀，俩必杀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必杀开慢点，然后呢中间躲一躲，第二必杀呢再开一开啊，两个必杀才够。我这里呢是求稳直接开三个必杀啊，因为的话呢这个气这个东西后面也够用是吧，所以说呢不在乎这一个气啊，因为这帮怪打一下太疼了。那么呢咱们这里直接搞定啊，你看到呢三个必杀直接进门啊，非常潇洒。之后呢能量打到五个，这位置呢直接换武神。这地方其实的话呢换武神不是最稳妥的方案，但是呢我没有别的太好的方案，所以说呢直接换武神。这个地方不应该跑啊，应该直接开下次必杀，但是呢直接开下次必杀呢我还怕吕布直接开必杀，所以说我才跑了一下。这种情况呢我只是挨一刀轻的，但是呢如果我直接开必杀呢会中吕布一个重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小黄书只有一个啊，但是这帮怪的血量还不多，我可以呢一个小黄书带一个暗杀就给他们搞定了，问题也不大啊，只能说问题也不大。走暗杀结束团灭之后呢，这个司马懿再用一个啊，再用一个。然后呢，这局的酒壶呢也比上局呢多了俩，是吧？但是呢，实际上最后也用不完啊，都一回事。杜康酒。之后这里我爆一个酒啊，爆一个酒，好多人可能不太懂啊，为什么你都四个气了还爆个酒？因为这里如果你四个气爆个酒的话呢，会出现什么好处呢？再打死一个兵就五个气了，看见了吧？然后呢，如果这个血张辽是你用司马懿顶死的，那么呢，你可能就是六个气了。因为你待会儿打武神是要用，待会儿打武神那个还有这个葫芦精是要用武神令牌的，对吧？武神令牌有大意，你可以砍出七个必杀，所以说你能量越多啊，你武神打出的输出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我放一个小酒的原因啊，放一个小酒的原因。另外呢，就这个张辽死以后呢，我可以可能啊这个没顶死张辽，但是呢我可以用那啥，我可以用那个时间清再打出一个小酒，这儿也有个小酒，不用白不用，对吧？基于这两点，刚才呢丢了一个那啥。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我是准备先丢个时间，然后呢开个 AB 啊，求一手稳妥。因为司马懿拿这个酒的话呢不稳，那这样的话呢身上有这么多道具打到这儿啊，还有这个一管血一管半血，你看是吧，肯定是搞定了啊，这基本通关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呢你看这个位置呢同样是扔一个小酒进的道理跟刚才一样，就不用再叙述了。这里呢我竹子以后呢可以直接丢一千一，然后呢揍这葫芦精一顿，保证呢我揍完以后呢用这个武神的时候呢上来是这个气是干啥的，对吧？气是满的，可以呢开最多的六次必杀啊。然后呢这个葫芦精马超打葫芦精有点伤害加成，不过的话呢伤害也不高，就是那么回事。这位置呢一千一结束，我直接呢用一个武神。像那种攻击弱势的人物呢，打的最后打 boss 的话呢，还真需要一个武神令牌。攻击强势那些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你攻击强势的人物呢，有没有这个武神令牌也就那个玩意儿啊。当然了，另外一种打法呢，就是你的酒不够多啊，无脑必杀堆，这是两种玩法。好、啊、，OK 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让到我再开个必杀，完了再开个必杀，他还不隐身。啊，不好意思啊，再开一下就隐身了。这位置呢没有选择再开，我是选择开了一个这个四十八，因为四十八这个必杀开完之后呢，这葫芦精肯定不会隐身。然后呢，我打一个酒壶啊，然后再打一个隐身一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让我的这个气加回来。你看是吧？隐身一酒壶，酒壶啊，然后呢用司马懿把气槽脱没，之后呢我这个隐身一再扔，然后呢摸一下怪，哎摸一下怪，
之后呢，我是先打连招。其实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那啥啊，也可以呢直接用这个动物书变完之后一顿暗杀也搞定了。但是呢，我这里选择打自己的连招啊，然后再来，你看三次的飞盘追地之后呢，这个怪呢应该就被我带走了。我这位置呢是考虑到隐身衣要消失了，然后对面这个武神要干我了，所以说呢，我直接扔了一个隐身衣啊。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等他隐身回来，动物书一变，暗杀一出，直接就完事了。这位置也不打连招了，因为我的隐身衣世界所剩无几。这位置呢，直接暗杀，再暗杀，搞定。然后把这个气都打干净吧。暗杀的话呢，伤害比较足，然后有九伏，再暗杀 ，AA 暗杀 AA。这样的话呢，是让一个暗杀的时间长一点，我可以呢把这个气多拖一拖。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气有点不好拖了。然后呢扔一个九壶啊，把这个能量加满，因为这个 B 人物啊暴气以后的伤害减半，虽然说是能无限连，但是呢这个伤害减半是挺坑爹的。你看原本就不咋地的伤害，你就减半了以后无限连也不掉血，你还何必无限连呢，是吧？这就是啊为什么要突起槽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我在隐身衣情况之下呢疯狂输出，说是疯狂输出呢，实际也就那么回事，但是不要紧啊，我身上有五发张雷剑。我呢只需要把这个武神呢打到四万血左右啊，然后呢我用一个动物书他就没了。这个地方呢这一命呢其实可以不死，但是的话呢我觉得没必要啊，我觉得呢还是下一命下来之后呢稳扎稳打给他打死来的稳妥啊，所以说呢这一命我是认交的啊，认死，你看是吧，你砍死我吧。现在这个血量呢很明显，我四个暗杀带张灵剑他就死了啊。然后呢我这里在暗杀之前呢调一个九叶杖，这位置呢是什么套路呢，就是暗杀接九叶杖啊，我看看两个、三个、四个，然后呢接一小 AB 打过来，九叠杖接张灵剑啊，一套非常漂亮的连招。要不然的话呢，暗杀之后不能直接点张灵剑啊，你还得冷本动物书。这种情况呢，我打这套连招啊，暗杀九叠杖张灵剑，可以呢直接让这个曹操从这个动物书的状态之下变不回来。那么好吧，这样的一局马超的一个下币剧情模式的一个进远通关呢，就给各位带到这儿了，是吧？感谢的各位将近一个小时的一个收看，也是呢感谢这个明轩总裁老板的一个点播。那么呢，我是本期解说永恒，喜欢我的视频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发点转发评论啊，咱们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